半年前哦，我就有到国城建设的思想历史的空间去参访过。那我觉得这30多位的企业家哦，他们这种终身只送不卖的这样的一个给的行动哦，我觉得非常的佩服。那我们也常常讲施比受更有福，那我们要 give and take， 可是坦白讲 give 比较难， take 比较容易。那怎么样把 give 的行动变成一个社会大家认同的一个工业活动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高师大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一个基本理念。那我去参观了这个思想粒子的这个绘画空间、装裱空间跟中华墨宝的空间以后呢，我觉得应该来做有效的推广，所以我就跟这个创始人跟他们的联络人联络，那他们一口就同意来这里展览。我觉得这个对整体社会的这个优良风气跟道德风范，我都觉得有正面的效果，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、有价值。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。是思想粒子的空间的委员者，那我们今天举办的叫做给的行动国际历程展。我们从多少年，我们是从3年多前以前开始在全世界巡回，那所有这些作品都是终身只送不卖的，它是通过摸彩的方式送给参加摸彩的幸运者。这些是我们自己写自己裱，然后在软体科技园区的装裱间把它装裱出来，然后再供应到全世界把它送出去。那么我们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20个国家，最先是到美国世界日报、华尔街、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、南美洲，南美洲去了哥伦比亚、智利、秘鲁、哥斯达黎加、巴拿马，欧洲也巡回回来。我们一路历经到了英国国会、牛津、剑桥，然后现在回来，把这些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呈现给所有参观的人来看。说是今天3点半的时候会举办摸彩，把这当中的作品送给参观的人，大家可以切身体会到我们在做一个给的行动。那这个作者都是一个人吗？还是有很多作者？什么？这个作者谁做的？作者是来自于台湾中立的，他从26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。那这些作品呢，他4年前开始一定要写，所以他会写的这些作品，自己创的。自创的。之前他是松竹制，把那个凤尾竹把它锯下来拼成一个字，送了1000多。那后来因为这个太费工了。所以开始做这个墨纸，写墨迹，越写越好。那一般这种墨宝都会有签字，他都没有，就有特别。这个为了出名，只是把这个行为给呈现出来，就是自己享受在给的行动当中。哦。哎，没有要有价值，终身不卖的，只是通过摸彩的方式能够获得。已经送了7488幅全世界，像英国国会也有。像川普的竞选办公室也有，到处都是。他们国外对这种墨宝都很喜欢。他们很喜欢，他们把它看成画，他不看它的内容，他觉得像画一样。再继续看到内容里面的时候，像去到剑桥和牛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对这个非常感兴趣。他们一直在寻找这里面的内容，开始有对话。哦，所以他把当作一个画在欣赏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当这个我们办完以后，我们继续去到世界上，继续展开跟全世界的对话。那目前他有没有人就是摸了彩之后把它收藏在某个图书馆或展览？也会有。我们在意大利有些警察局长啊什么，他就把它挂在那个办公室。有些公司的，像俄罗斯的，在纽约的公司挂下去了以后拍照给我。好，谢谢。
常值得我们推崇的公益团体。好，那我也是跟各位一样，我在软体科学园区，也就是国城建设的一楼，我们亲自去参访了这个已经走过26国家，送出7488幅作品，那么所有收藏者遍布在全世界，真的是 The world is one family 啊、哦！世界真是一个大家庭，大家庭啊、哦！那么我仔细去了解了，因为从跟王小姐跟很多这个团体的 member， 那么跟他们讨论当中，我知道，那么这个团体是由30多个成功的企业家跟执行长，那么为了付出对全世界的一个关怀，那么在红创始人的疫情之下，那么不断的创作新的作品，捐赠给全世界，那么喜欢他的中华墨宝的所有的朋友，那么这样的行动，大家要不要给创始人跟所有穿白衣、那米色裤子的所有朋友，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更有福。那我们也常讲 give and take， 其实 give 就是 take， 越多，那么学生回馈给你的越多，不是物质上的享受，全部都是精神上的无穷尽的这个 feedback。所以我觉得思想粒子的空间，那么只送不卖，终身只送不卖，真的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最佳实践者哦。那今天因为二执行长的关系，我们发了新闻稿，那么也因为这个团体很有吸引力，我们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媒体朋友哦。我看一排站的都是哦，是不是？到媒体朋友举个手好不好？那我们感谢你们一下好不好？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哦。媒体朋友能够能带过很多人哦，很多人。那么我祝福今天的展览非常的圆满顺利成功，那么大家今天都能够中6个奖里面的其中一份，那么如果没有，每天都送6份的，那连续几天？连续15天，所以要送出90份，6×30就是90份嘛，对，都能够抽中奖品，那么各位也能够把他们的理念推广到社会每一个角落，那么施比受更有福，不断的都变成 give and take 的这个执行者跟 active 哦。好，我再一次的祝福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到各地去的时候要花费大的人力物力还有财力拜访他2次，所以呢我有跟他讲，我说今天我要参加这个活动，而且在师范大学，那他呢也特别的讲，除了恭喜之外，有需要在新闻界在帮忙的情况下，他义不容辞，这一点呢我把这意思也带到。另外呢，我刚才给校长正好有一本《中国遗居》，这一本呢是两岸同步发行，唯一的一本同步发行的月刊，而且已经17年了，当然跟你们比起26年还差得远，已经17年，而且是繁体字在上海印刷，两岸同步发行。这里面呢，我特别带了2本来，一本呢是给东道主的校长，另外一本呢给启良。这里面呢还附带了一张这个关帝庙，关老爷那边呢已经是20多年，每一年给人家平安。我也把这个卡跟大家报告，在座的大家一生都平安。关老爷那边不给你任何的，好像升官发财。因为也不祝你一定是健康，不健康的人不会到这边来了，但是祝大家平安，一辈子的平安这是太重要了。另外呢，一个卖菜郎的签字的东西送给你。这个因为这一回韩国瑜到高雄选举，我们只烧第一把火，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到这么大的一个成效，但是这种不重要，最大的成效是能够带给高雄大家能够好的环境，能够好的健康的一个社会，能够好的一个健康的政府，能够为大家老百姓造福，就像您一样为大家造福，为大家来贡献。谢谢。我们的毛彩券，那常大哥从来没中过奖，他来了3年。我
谁是？请大声念出号码。18661111。谁是你？谁是 C 18661111？谁是 C18661111？这是完全经常发生的事情，自己抽中自己，儿子抽中爸爸。这位先生是这位媒体先生詹先生，来，恭喜恭喜，来，我们来团队。我是 C18661111，核对无误。可在全场所有作品中任选一幅就是你的，完全免费。接下来我们邀请，好，请大声念出名字。来，大声念出号码。C18661110。6110。谁是